哎，早了，不好意思。哎，怎么开的呢？ 绝对在刷石头人，我跟你讲，绝对在刷石头人。 啊，不是，哎，哥们，你在 A 谁？我的天哪，爆炸！都在书写拯救之路。 哦，好意！我的天哪，处理的好细节，三抓一都没死啊！太冷静了，三抓一没死，很冷静啊！啊，<笑>没死不掉，没到女友，女友的可能性不大，满血。 识别目标，目标已捕获。阿耶！让我们看。
哎，他妈车又漏了，这老子不是我这么容易漏刀吗？哎，还是艾希玩的少，那就确实艾希玩的是有点少，最近有在练艾希，那是实话，艾希玩的是少了。啊，这么 BT 吗？出这个？这个不对线了。信息会让他们自由的。哎我操，不好意思，失误了。好能打，我刚还剩六的，我的，我的，没有，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只能说让他轰然倒下，这也太下饭了，不是这不是没脸见人了呀，要感觉今天开播到现在的失误比我感觉比我前两三天播的一整天的失误都要多啊，很离谱啊，这我今天失误这么多吗？哥们失误很少有这么多失误啊。还在。好，哪有达摩跑这么快的。蜘蛛在哪呢？蜘蛛全力运作，还在后面站着。别扛了，我妈呀！真不怕死啊，还扛。不怕死的，纯扛。所以这两个人什么情况呢？
我靠，数据一毛一样，三杠二杠七，三杠二杠七。回这么多血吗？怎么说，感觉往这里中刚好会有人来接线，然后你压到人，有没有说法呢？总能战胜程序。哎，但不想这么简单把大都交了，好浪费。现在还没 CD， 100秒一个大招呢。而且永恩挺好反应的吧。永恩按一下 E 就行了，看到剑就蛮好反应的。啊，蜘蛛亚索也挺好反应。我们将终结他们的保证。哦，对面放弃抵抗了已经。扛了一下就这么痛，357，但我刚刚也扛了一下就是。我还以为他要秒换装备呢，换成中亚，倒了之后换装备，龙的机制。